旧历春节前上尾一波柑仔类的水果无够甘，最近嘛进入采收期。今年因为受到旧年雨水不足的影响，和无够甘的产量减了真多。但是嘛，因为雨水少，甜度就增加。建议食柑仔的乡亲千万唔通错过这个机会。较侪乡亲想掰柑仔真麻烦，即马阁有百分百无够甘的果汁会当啉哦。今年受到无雨水的影响，树仔顶的无够甘数量并无多。只是嘛，因为数量少，品质的提升。花旦乡是花果之乡，嘛因为花旦乡的洼地包括山边，气候稳定，和花旦所种出来的水果品质比起其他所在拢搁较好。今年无够感受到气候的影响，产量较少，但是伫果农用心的照顾之下，无够甘的品质是特别好。咱今年的无够甘来讲，整体的产量大概减少到三成左右啦，因为今年开花期啊，三月四月的时阵因为欠水，所以花苞开出来了无多结果。啊，下来了七月到年底，完了大欠水，所以产生了大量的裂果啊，都落果。啊，虽然产量来减少来讲的话，但是天公伯也对咱袂歹，因为近一阵啊有寒流，所以有真侪冷风。啊，柑橘类啊上需要冷风，冷风啊一来的时阵有无，伊的灯色会水，品质会得较好。花旦乡长表示，果农采用自然农法，或者所生产出来的水果品质特别好，欢迎大家来花旦品尝这种酸柑仔甜、酸柑仔甜的木果干，而且还有百分之百的木果干果汁会当啉。咱即马伫咧咱花旦吼，去来即个三富果园啦吼。啊，咱这少年头地吼真有心，啊，倒来吼接着咱这个果园来做这个佫继续经营。啊，因为今年的气候的问题吼，因为较欠水，所以讲今年的水果吼，拢大部分拢是种真甜啦。但是咱这头家吼，采用的这个有机自然农法，啊，所以讲咱这个水果吼，食起来拢有伊的原味，吼，唔嘛干那讲甜，啊，佫有淡薄仔酸。啊，但是呢，安尼食起来感觉，就是咱的水果的上自然、上天然的一个气味，啊，所以非常的健康。啊，欢迎到咱遮吼观众朋友会当来咱这个区内吼验证这三步果园来做一个啊，讲哦半日游啦，一日游，带小朋友来遮现场买、现场食，吼、哦，除了有新鲜的一个木果干，啊，咱头家哥真。用到伊个巧思，啊来做一下讲即个咱个流程，咱个果汁吼，啊一罐卖看讲安尼细细罐啊尔，伊其实是用了五至六粒的一个原汁造头，去甲用出来一罐的即个果汁，啊所以讲真材实料，啊欢迎大家来咱家做品尝。到底有偌好食？即个当讲，食过的人拢讲赞。咱讲一个，那即柑仔吼。就真正就敢若头乡长讲个，爱有即种安酸甘甜啊，酸甘甜，食了阁会回甘，食到遮大汉吼，毋捌食着这柑仔遮好食，吼、哦，欢迎咱所有乡亲吼，会当来咱哦好诶、欸，咱即条算虎山街吼，吼、哦，听得过啦，听得过三富果园吼，啊来甲品尝，或者少年党个真正用着这自然农法吼来经营，所以讲即、這个食起来有迄种酸甘甜啊，酸甘甜，吼、哦，敢若恋爱滋味安尼吼，欢迎大家。透过优先种植的方式，并且培养对土有好处的益生菌，才能让木果柑在花旦顺利生长，也让花旦乡的农业会当永续发展。新中华新闻北平林花旦采访报道。